现在不要死掉，现在不要死掉，可现在都不死掉啊，掉下去了。你垂直面的比较好弹，就是你往前之后，然后按那个。我这样没办法过关的啊，我什么都没有知道。墙面上按，就是直直的时候。试试看滑鼠好了。哇，我好像会了哎、欸。怎么加速啊？忘了。垂直往上，那个 shift。垂直往上很简单啊，用滑鼠键盘的话。好简单哦，我天啊！嗯，滑鼠键盘很简单。滑鼠键盘好简单哦，你就让它自由往下，你不要按跳，你就按那个 shift 就好。嗯，除非你离墙太远，然后你再让它跳回去。哦，哎、好简单哦，键盘滑鼠超好跳的。哦，摇杆超难的啦，摇杆会跳不起来。然后就有游戏前面还推荐说，哎，你推荐你用那个摇杆哦。对啊，原来是不要按空白键哦。嗯，不要按，因为你会弹更远，因为接不到墙。这样很像是。后面那个尾巴在乱碰人，三条尾巴。耶，吃到了。下去。哦，爬墙喽！狂爬墙。你们跳金球是先跳右边那个板子啊？没有，我刚就刚刚直接滑鼠就直接正前面直接撞他、嗯，你直接正前面对着他一直撞就好。对，然后不要按，反正不要按空白键，按 shift 就好了。你就按前跟 shift 就好了，空白键就不要压了。都快到墙壁的时候嘛。嗯，对。干那个一直把我打回去。你就跳过去撞墙壁之后就不要按空白键了。哎呦，下去！有了，恭喜！啊，那刚刚真的是不太冲杀哎，真的，因为多按了空白键反而跳不上去，对吧、啊？飞太高哦，我不想过去了，有人过关了吗？有啦，好，我没有踩到绿点，所以要过了吗？过，过，过，可以啊、过，要睡觉的晚安，晚安。哇，我吃到绿点。过，哎呦，走喽，金球在哪里？有没有在后面？没有，金球在哪里、啊？他没看到，我也是，看到了。哇，这个金球位置太夸张了吧？请说，他在半空中，看得到他。我看到就看到了，对，一定会看到。他就在路正中央。哇、啊，有点小麻烦。对，啊，木头，我已经想放弃。这个金球比较好，这个金球比较难一点点。啊，对啊，走一部分的啦。主要是因为周围没有墙壁可以挡住。哎他们他已经知道上一关已经大家都换滑鼠了。上一关大家都练好弹的，大家都会弹啊。现在赶快帮你换一个新的，让你学学其他技巧。哦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在起点篮球在起点正上方。哦。你们要弹墙壁弹到篮球在最上面。好麻烦哦。哎，我差一秒就可以吃到了。哦，看到。啊啊！没上去，这感觉是有个节奏要按啊 ，in game 啊，感觉蛮像的这一关啦。跳过头，一直跳过头。想玩 in game 吗？买这款哦。哈哈，跳过。提早跳哎、欸。他在外面跳吧，他里面跳不上去了。哎、他从外面，从外面，如果要捡蓝色的话，就从外面。哎、欸，撞到头，呛一下下去，啊，过头了，哇，被弹回去，腰羞哦，我弹回来了啦，啊，我穿到那个加速门了啦，要怎么拿、啊、那颗？好有难度哦，拿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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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啊，好强啊，
不秀。哎呦！跳。感觉那边加速才够高哎、欸啊。拿到之后还是会死。嗯，没事。金球没差，金球还可以。好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哦。咚。啊！等一下啊！算了吧，这个都不确定能不能过关了，拿篮球算了，好累，篮球太难了啦。嗯，就打篮球好难啊！真的，我每次都厄运。哈哈连第一个平台我都不会跳啊！咚！哎呦，跳那个的。掉！我知道了！你知道了？那个金球哦，吃到！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你在前一个在那边短短短，先多弹几下再跳！哈哈哈哈哈！笑！啊，差一点！啊，我到中，哎呦，还好！平台下面好难！啊，好紧的，我不跳了，累死我了！就在上面停住哦。你就在他前面一个平台，但先不要动啊，在那边弹上下弹，然后你跳两下就过去就可以了。耶，知道了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可以。感谢小雨教学。对啊，就你就跳一下就可以知道。不行，我在。哦。哦，他在那边。用键盘。对，用键盘比较好跳。我在两个平台跳来跳去啦。哎呦。我有音乐了，你音乐，你今天在两个平台跳吗？我被当球打，哎呦，哦、我过关了，我还没，啊，我掉下去，我被当一颗球打，在这边弹，然后嘞，我好没尊严啊，跳两下，就是他到最跳两下，你就微调啊，嗯。要从下面吃还是从上面吃？上面。太爽！哦，吃完就可以死掉了。哦，吃了耶！我还没。哇，完美教学啊！666。我之前只去过一次，我没慧根。等一下，好难哦。你就让他多跳一下就。哎，太难了，没慧根。好明明都觉得我知道了，这么的近，却还是吃不到。前面也超近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过关了。虽然不是用老师的方法，哀伤。我刚刚是追着团团的光走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我没知道啊？因为我知道那边会摔死啊。老哟。太小，有看到人来的哦，完全没跳圈啊！知道了。好，那你们可以进去了。我也不是用小雨的方法。没知道，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动。走，要走的可以走了。好，那我下一关了。完蛋了！左边，啊，左边，哦，看到了耶，那个是什么？他在下面吗？他在下面，所以还是要先上去，应该是要先上去了，哦，先上去，啊，下去了，别，白球，别，再上，啊，掉下去了，不是啊。哦，在哪里啊？那怎么捡？真的是很难诶、欸。冲刺吗？等下他在，哦靠！他在二段跳，掉下去动。对你掉下去瞬间要跳，要跳，没有错。捡到啦！捡到了，哇，掉下去了。掉下去是正常。要差一点啊！偏啊！我你动进去还要再跳一下。啊！啊！没事的。耶！
糟了，没有团团的光圈了。哎、欸，吃到了！我要吃它！嘿，嘿，啊，跳不到香去。好，我没吃到、啊。我真的用键盘，你视角切的比较快。对啊，因为摇杆的难懂。摇杆。我要评论。摇杆。我要评论。千万别用。不要相信，不要相信，不要相信他的建议，不要相信官方说法，不要相信没有证实的说法。一个金球拿了90个人的建议，哇！然后其他只有八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只拿到二十几吧，哇，我好像十几而已耶，现在二十个，因为你在关卡里面也会有啊，嗯。要知道怎么上去，知道怎么上去啊！平台要上去有点难，太贱了吧！他，你知道里面是怎样吗？就是打弹珠的那个会弹弹弹弹弹那个东西，哦，会弹你弹回去，会把你弹回去的。他有四对，太多了，四对也太多了。你真的会被当球打哦！哎呦，你会来回来回哦！会，这样，我一直越过他跳起来，超难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哦，我看到了，对对对，看懂了。你要找间隔，把它跳过去。不要了，我跳 king 的声音。哇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哦，我在想旁边墙壁能不能走啊？旁边没有，你跑步跳过来就好了。跳过来就好。一个跳就好了。啊！去了。要是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再会了，再会。应该都拿到了吧？拿到了。还有谁没拿到吗？就叫小雨过去就好了。我已经到了，我已经到了，你是过不了关。我让我过关，让你过，我要过关，等你啊！等一下，啊！我要下去了。那颗月亮是你吗？是。哦，我看到你很努力在挣扎。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顶到头了，从底下怎么上去的、啊？嗯，就每次弹过去的时候都是在底下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四对那个弹弹弹。我在上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也来了。哇！我又下去了。我们来打球，你当球。我是球，我们都是球，你们都在里面是不是。啊啊啊啊啊！我怎么进来有洞了？这怎么上去啊？我也上不去。哎、欸，我换。不是一个弹弹弹的吗？换鼠键已经不晕的好吗？啊、类比才晕哎、欸。弹到它往上跳两下，要从上面跳下来。要加速吗？嗯，不然高度要够。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你的高度要够。哇哦！啊，上不去！大啦，贪心刺猬。等下这个刺猬的动作刚好，那个双手双脚张开。啊，算了，我不过了，你们要过去吧。好，等下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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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，可以了，走走走。路不平吗？路非常的不平，还有很多坑洞。对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后面这个哎呦很难呢。哦，这个好恐怖。啊、这超夸张的。前面都是简单、啊。这个超级弹呢。哦。高级球啊！哇，没有，还没看到。没有，可能在前面。哦、看到了。你、欸、会不会在后面的墙上啊？在墙墙、啊、爬墙爬墙。后面的墙吗？对对对，墙上。墙。爬墙上去就看得到了。一秒暴击！哇，我看到了！哇，这个哇哇哇，爬上去没东西，太难了吧？对，左边左边有，还有尖尖的后面，后面墙爬上去有什么吗？没有啊。Hello， 有金球啊？有吗？有，在那个墙的那个尖的最顶部，对，爱屋顶啊，我没看到啊。后面哦，起始点的墙吗？哦、不是不是不是的哦，哎呦，哎呦，
啊！我被弹回来了！哇哦！哇！北岳前面的那在前面的一片墙了、啊，对，还蛮前面的。好、啊，太弹了啦！超弹！它边上面有一个加速，超过速的。哎、欸，我跳过我点，哎呦！哎、欸，快收！我怎么会弹回来？哎呀！啊啊！哎咻 ，OK， 好，这里要跳过去。等下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啊！那你怎么有加速？就跟你说，那个加速超过分的哦。哦，我只要掷进球而已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弹这个方向了、啊？哇，这个真的超过分的啦！知道啦，没过重点呐、啊，妈妈！啊，掉下去了，没碰到、啊，没知道啊！哎、欸，太过分了，真的差一点呢、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啊啊！啊好难过关，有过关吗？啊！哎咻！哎咻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！恭喜！啊，我收到金球了，我满足了。我不满足啊，没吃到啊！碰不到最后的点，啊、好难哦、啊。只差碰点了，走吧，杰克。哎咻 ！OK， 我在努力。啊！再下去了，放弃，放弃，放弃。不是放弃可以、啊，但请到最后面，还是要有一个人到后面。对，我没有到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啊，好好好。你们 OK， 我就下一关了。